果。哇，怎么样？哇，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谦爸爸。今天呢，志谦家总算要吃黑龙江的美食了啊！现在呢，做一个东北大麻花发酵好的面团，尽量把这个老式的味道复刻出来。先给它揉一下，排一下气儿啊。这个和面的时候，我放的是白糖、酵母、鸡蛋一颗，再来点盐，最后来两勺油，给它切得均匀一些。中间给它切一刀，两条一起拧，完成了啊！让它第二次发酵，往这边，找个盖子盖上，然后第二个。到160度左右的时候可以放了啊。东北大麻花，咱们大麻花已经炸好了。我要尝一个啊，哇，外酥里嫩，超好吃，是东北大麻花那个味儿啊。姥姥会很喜欢的。咱家的主菜呢？是排骨炖豆角，东北的老名菜了啊。为了让排骨更烂一些，我用这个快锅先把排骨煮一下。做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这里面豆角能搞到的话，尽量用那个一点红，但是这边不好搞，就用这边普通的了啊。倒肉食。咱们这样上气儿以后煮5分钟应该就可以了。这个铁锅炖排骨啊，得用这种豆油啊，炖大豆油更香啊。放面来一勺大葱，煮好的排骨先给它炒一炒啊。豆角，刚才煮排骨的汤，蚝油、酱油，来一丢丢黄糖，来点胡椒粉，来点鸡粉，再来一些料酒。这个盐呢，我们等一下哈，稍微煮开一些，然后再尝尝味道。如果咸淡不够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放盐，就不用急着放了。盖上锅盖，先给它煮10分钟，我们来尝尝味道。现在可以了啊！现在我们把土豆放进去，还有玉米。我现在是把火调小了，今天玉米面不错，不做那种饼了啊。这能熟吗？能。这个有点像那个啥，就是发烧的时候贴脑门上的那个。哎呀妈呀！开大火。要煮多久？这个得煮15分钟，15到20分钟。因为这个饼子啊还挺厚的。水跟冰糖都已经给它融化好的，水里面我们给它加点醋，炸好的锅肉放进去，大勺，这是胡萝卜、大葱、生姜啊，放进去翻炒一下，火，这样咱们的锅包肉完成了啊！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技啊，手撕香菜。什么绝技？
你就当那么听呗。哇、哦，怎么样？哇，好了啊，盖上，上菜，直接上锅。锅巴油，锅巴油，锅巴油，油油油。锅包肉呢嘞？你没听到他一直说锅包肉吗？哇，这大麻花，开门大吉！哇，哇，快点！饼啊！啊，这脚下来也不接，干啥也不行。闻一下。啊，好闻呐、啊！吃针！哎呦我天！你吃什么东西这个？哎呦我的妈，这挺恐怖啊，这个蛇呀，这个嗯啊，有点难度，其实这边还有麻花，那公摊的东西啊，他们给这个누룽지누르가맛있겠다哇，这么个呀，哈哈哈哈，哎呦这面水都没磨就把它磨，嗯嗯，맛있다。锅包肉연어다。锅包肉잘했다。锅包肉。锅包肉。이것도맛있어많토。锅包肉。麻花来一个。练熟了。嗯。真正的滋味一下。大麻花。麻花。东北大麻花。嗯。맛있다。切这么多。爸爸吃馒头烧心了。现在吃馒头。한입모두가지고대맛이야。전날쯤에서라니까맛이안좋더라고요不习惯了。爸，玉米来来两个。嗯。河饭豆浆，河饭呀，河饭。排骨的。哎呀妈呀！阿爸。排骨咋那么多？阿爸。排骨土豆。排骨还那么多？阿爸。啊，土豆那多。不能拿，那可能여기하나여기하나여기하나이렇게。啊，食판갖다食판갖다주라。餐盘같은거그런식판그런와한마식판있잖아없나엄마아니그런게아니고여기한칸여기한칸알아무슨말하는지알아식판이잖아식판식판이여기자리없나없잖아없어있어있어있어가져와있는데어디인지몰라지금찾으려고내가또찾다没事找事儿，自己找的，自己挖的坑自己跳吧。麻花原来간식을했대요근데학교에서노래부르나어이런걸로진짜있었대있잖아어디서찾았지어머니알면서모른척하는거죠진짜진짜총명知道吗왜我傻了这个玉米呢可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了你是自作自受是吧那你爸爸总靠我呀맛있는거없으면인차일어나가太好吃了我来了，这个土豆好吃吗？嗯，没错。嗯，上回的土豆是吗？嗯，不是豆角里有点瘪，瘪肚子的感觉。嗯，这豆角没那个好吃，这排骨炖的话跟那后面的。一点红，那个叫一点红，不是那个这个。국물에만두찍으면제맛이야嗯，要묻어가지고제맛이야嗯。국물어，국물어，국물어。여기있어아이거먹으면돼여기있어어머니는만두넣으면될것같은데만두마화今天是妈妈的特辑하도잘끓여놔가지고마화는좀따먹어좋아좋아좋아맛있겠다진짜좀来一个排骨吧고기도먹어지은이도팔고있는가어고개신났어팔고안보이는것같아어머니아버지랑팔고잡어요이시을마주고왜일이없는아가씨뻔뻔해요어머니아버지잡어요어입안됐어요아이하나더드릴게요에이팔고라지은씨애들굶을까봐그거미소소해가지고지은씨끊어줬나아됐다야아또나이자아됐다여정됐어응넌넌가나이진도저회给你어땡큐不客气야이국물에이거맛있다아니야이거아이고뭐이래달리겠어제고양돌이야하고비끓였어요아돼지갈비도응那样的话它这个就容易脱骨응여기있어야응
谢谢。嗯，青岛排骨条。이맛이딱排骨米饭。排骨米饭很满难的呀。老大。맞지有点那样。那我也尝一个。嗯，맛있어먹어봐。怎么了？像面一样，很软。嗯，没牙齿的人。真蛮赞。这排骨多的是。嗯，有点。哎呀，不是不好意思。哎，一排骨。嗯，一般会护媳妇的男人运气不会太差。아무것도 안 해 응가정이화목해야잘되지가정이찌그찌그찌그하면그절대다망해버려아무게도장사하든뭐하든가정에막그집가정에맨날막무슨일이벌고막설설그러면그잘된다고모든일이다풀리잖아요풀리지찌그찌그해봐라아이고땀이맛있어웃음을보여주는다고혼자어리하게계속웃는건안된다고马三十。不要不要，挺大的你啊！对，这作弊啊！马三十太轻了。嗯，对。他都弄了这么多，回到荷兰的单位了。没有那个，四川、云南、北京、云南、广西。那么是平地方。等我上来了，喂。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